好啦，各位朋友晚上好啊，今晚就属于冬至大战的一场的大战啊。欢迎来到咪咕视频啊，为大家奉上的 CBA 联赛今季第21轮的赛事的直播啊。咁啊，今晚嘅对阵双方啦，由排名紧第3嘅广东队对战排名第17位嘅南京同曦队嘅。咁啊，今晚广东专场方面咧，由小弟啊苏坤雄啊为大家咧带嚟呢一场冬至大战嘅直播啊。咁啊，相信啦呢一个时间咧，就大家可能咧已经喺屋企方面咧就食紧饭啊，或者准备开饭噶啦，点都吓。咁啊，亦都可以一齐咧就欣赏呢一场咧咁样嘅冬至大战。事实上就冬至大战咧，亦都系 CBA 联赛啊近年每季必备嘅一个加料嘅戏码。今晚就对于我哋好多广东球迷嚟讲更加算系一场就团圆之战啊！赛前我听到好多朋友都系咁讲嘅，咁因为就今晚对阵嘅对面啊，会有一啲我哋熟悉嘅面孔，包括就曾经嘅旧将啊万胜伟啦。上季都仲喺我哋嘅阵中咧，帮助球队咧攞到第二个冠军落嚟啊，系佢出道以嚟嘅第二个冠军。所以咧，今晚嘅赛前咧，其实系为佢安排咗一个咧就颁发啊两个赛季嘅总冠军戒指俾翻佢嘅咁样嘅一个动作。虽然唔算话一个好正式嘅仪式啦，但系咧就对于好多球迷嚟讲啦，认为万胜伟上季就算系冇功劳啦，都有苦劳。何况个别嘅场次咧，亦都有出色嘅表现啊！咁啊，依家现场嘅方面咧，就属于广东队方面嘅一个出场仪式。咁啊，今晚理论上咧，广东队方面啊属于客队嚟嘅，主队咧就南京同曦队。而今晚嘅比赛场地咧，就嚟自于浙江诸暨啊海亮教育学院嘅训练场啊。一个球馆，我呢边理论上就可以坐2100人嘅，但系就依家继续咧属于赛会制方面啦，系未有观众入场嘅比赛啊。南京同曦方面咧，其实近排嘅状态亦都 OK 噶，我新近已经系取得咗两连胜噶啦。个排名方面咧，亦都排紧第17位，理论上咧仲有唔少能够进军到今季嘅季后赛嘅机会嘅，但系就过往啊历史上边嘅交锋咁计啦，两队波一共系交手过12次，12次交手全部都系广东队赢波噶，同埋最细分差嘅一场波啊，广东都能够赢到13分嘅。12次交手当中其实有9次啊，广东是能够赢到24分或者是以上的。这里拍住的就是他们今季的新的主教练贝斯洛域教练，上季也是江苏肯蒂亚的主教练。马上进入到现场的一个升国旗仪式先。比赛马上会开始噶啦，留意翻赛前我哋广东队方面嘅大名单咁计啦，今晚继续系冇咗杜润旺噶，咁啊睇嚟就上一场可能简单系一个简单嘅轮休咁简单啊，咁啊会唔会真系有少少伤在身咧？我哋暂时亦未收到啊呢方面话杜润旺有啲咩重要嘅伤嘅消息嘅，咁啊只不过已经连续两场啊佢系冇进入到大名单噶啦，咁啊今场波大名单就同上一场嘅大名单系完全一样噶，包括两位外援啦，同埋能够出嘅主力球员基本上都出齐噶啦。而今晚嘅教练今晚嘅裁判组包括主裁判嘅叶楠啦，一位我哋嘅国际级裁判，另外仲有刘伟、杜溪源三位裁判啊。而
留意翻南京同曦方面嘅呢一个大名单啊。其实今晚我哋见到咧，就佢哋惯常嘅主力球员啊，邢毅峰啊，系冇进入到大名单当中嘅。咁啊，呢位咧就上季仲效力紧广州龙狮队嘅球员啊，我相信就广州嘅球迷啦，对佢亦都相当之熟悉嘅。咁但系唔知系咪因为咧上一场啊对北控嘅时候咧，佢嘅表现系相当之麻麻，咁所以咧今晚就直头系冇进入到大名单当中。咁啊，但系咧就其他能够出嘅球员基本上都出齐噶啦。可以讲咧就都相当有诚意嘅一套名单啊！赛前咧，我哋仲担心咧，因为打后啊，佢哋要面对嘅对手咧，包括有四川啊、福建啊、上海啊呢啲，系更加重要嘅竞争对手啊！咁今晚究竟会唔会系有所留力咧？咁样咁，但系睇落咧，就对于今晚嘅呢场冬至大战啊，佢哋摆出嚟嘅阵容咧，其实仲系相当之有诚意噶吓。广东队方面咧，依家就进行紧最后嘅布置。啊，呢边嘅南京同曦啦，如无意外咧，就万胜伟应该会继续担任首发中锋嘅位置噶啦。亦都值得留意啦。今晚场上的一啲对控啊，比如话万胜伟同埋曾凡日呢一对好舍友啊，之间嘅场上交锋。同埋咧就胡明轩啦，对住西尔力刚啦，呢啲咁样嘅新疆球员之间嘅较量啊。都值得一睇噶。咁啊，本斯洛维教练咧系一位斯洛文尼亚籍嘅教练嚟嘅。咁啊，之前嗰五个赛季咧，其实都带紧江苏肯帝亚队。睇翻双方首发阵容啦。咁啊，广东方面咧有赵睿啦、韦恩斯啦、张浩嘉啦、周队啦、苏伟。咁而南京同曦方面咧，包括乔文翰佢哋嘅队长，仲有刘玉臣、西尔力刚、万胜伟同埋唯一嘅外援咧摩特尼嘅。摩特尼上季亦都系效力紧北京北控嘅大外援啊，今季咧暂时佢哋只系签咗呢一件外援嘅啫。其实见到咧双方赛前嘅球员咧个表情都相当轻松嘅。理論上就算是兩隊實力差距較大的球隊之間的較量的，所以今晚就大家交出來的氣氛都有一些幾和諧希望共同是做好這一場的冬至大戰這樣的一種都幾和諧團結的氛圍的。西尔力刚今季亦都加盟了这一队的南京同曦队，同埋这队波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员。今季他在上场时间的方面，得分、篮板、助攻、四项的数据全部都刷新了就职业生涯的新高的。今季在这队波当中他的使用率我相信是职业生涯以来是最高的一个赛季，暂时来讲。场上马上进行争夺，由苏伟同埋对方的外援摩特尼嚟争夺嘅。好啦，咁第一波球权就属于我哋广东队啊。睇下点搞啦，赵睿弹地波交俾呢一边嘅韦恩斯，周队都仲系佢第一波出手，亦都搞掂，同上一场亦都啱啊。第一个两分波咧，亦都系嚟自于周队嘅出手啊！呢度逼到落嚟啊，赵睿偷埋球波咧，上篮搞埋掂添。开波仅仅唔够30秒嘅时间，广东队方面咧已经系领先到4-0啦。对方前场都未去过啊！马上展开全场紧逼咯。广东嘅比赛当中咧，都好少可话咁早咧，马上就全场紧逼噶啊！睇嚟咧就赛前系部署过。亦都知道对方是比较怕紧逼的球队来的，这下都打了对方两次的措手不及，今次是第二次失误了他们。好了，这边过大海给到张浩嘉，突到入颜色地带，但是被对方拿到下来。西尔力刚等埋队友上来，交俾呢度万胜伟对住张浩嘉，咦，低年级球员喎，都系唔射，俾到呢度摩特力咧就大好两分搞掂啊！好啦，张浩嘉
呢边咧周队有个赵睿咧走到底角嗰位置，但系唔急住出手嘅。阿进攻嘅时间都用到尽咁滞，再反手俾翻阿韦恩斯底角嘅三分波，但系唔入。咁啊，留意下摩特尼啦，因为得佢一件外援啊，所以惯常咧佢会打嘅时间相当长嘅。好啦，曼城卫对住周队啦。咁啊，有冇进步到呢？就睇下面对周队嘅防守能唔能够搞掂啦。哇，系咁啊，篮底啊，连续梦幻嘅脚步转身。咁啊，竟然喺我哋阵中防守最好嘅周队面前咧，就完成咗自己嘅头两分啊！啊，似乎亦都想证明咧，离开广东之后，佢事实上系有进步啊。诶，又攞咗个篮板。乜曼城卫咧，其实就近三场比赛啊。每场都能够拿到18分或者是以上的、见到他近排的状态很 fit 的、这里周队马上三分波回应、广东方面开局的头七分、有五分是来自于周队的、低力刚、这个想交个弹地波的时候被广东球员炒过了出底线、看看曼城卫了、周队都不是很顶得住他的，毕竟曼城卫的吨位是有那么上下大。好，交到给曼城卫。低力刚 catch and shoot 的三分波，哇，穿针而入。又追平了几分了。韦恩斯。急停变向之后被这边底角的黄真海禁了上来，今天也都能够建功。好早上到来了，黄真海今天。马上有三分波建功啊！咦，睇下黄新海嘅表情咧，今日几专注下噶吓，系咪训练当中咧就有啲嘢打动到个肚子度啊？咁啊，今朝咧咁早就将佢摆上场啊，同埋咧就即插啲勇添，仲要马上有三分波进账。摩特尼面对苏伟的防守、跳起来的两分不入。韦恩斯胡明天也都上了来的、留意一下今日广东队就一改往常、去到赛节的中段才五上五落的习惯、今日好早用胡明天和黄新海上来就替走了赵睿的，替走了一对手法的后场球员、这个反手弹地波也都交得靓，再回给摩特尼博和 N1 team、不得不赞就南京同希方面这个配合里面接连的配合、这个反手弹地波见到曼胜伟他的意识和视野、交波质量也都好，咁啊，俾到队友咧就做一个上篮嘅动作之后，再分俾阿摩特尼。咁啊，唔系话冇得打，暂时都仲系10-12啫。周队，黄新海都俾得快噶，再收入内线。韦恩斯兜翻出少少嘅金出，亦都搞掂。咁啊，见到咧，其实两队波球员喺场上都几放松下嘅。我觉得西力刚面对住胡明轩嘅防守，嗱，啱先我哋提到嘅呢一对 match up 啊，亦都相当之值得期待啊。今次咧就西力刚咧搞掂咗胡明轩啊，咁啊突破上篮啦，攞到两分。等先，咁啊周队出嚟高位组织。里边咧就胡明轩有兜底线嘅，再交俾胡明轩冇错啦。黄新海外边 catch and shoot 嘅三分，亦都系有，哇！今日着晒火啊，黄新海咁啊射入咗啦，上场以嚟嘅第二球三分波啊。望睇下西力刚啦，同埋曼胜伟之间嘅配合啊，曼胜伟做挡。呢下咧就打翻转头啦，俾胡明轩上篮搞掂，翻得嚟唔系好似啊呢边嘅南京同气。
咁啊，见到啦，跑咗大概四分钟、五分钟左右啦。咁啊，曼圣伟啊，呢啲球员咧已经系开始降速噶啦，其实系。你睇翻啦，呢个进攻回合啦，唔入底下，阿苏伟放个长传啦，其实望咗好耐下噶啦，已经系。咁啊，但系咧就南京同曦嘅球员咧回防都仲系慢啊。放回都没有放回都没有。见到啊伟仔啦，索晒气噶啦，万正伟已经系。咁啊，唔知道会唔会今日咧对住翻旧东家咧会特别兴奋啲啦吓。咁如果系过分兴奋嘅话咧，都可能会令到开头嘅时候啊系会跑得挫少少啊，比较难调整好自己嘅节奏啊。例牌啦，第一节嘅第一次暂停咧，就我哋呢边嘅镜头咧都会影翻咧，就朱暨方面啊一啲文化嘅特色。咁啊，黄新海啦，今日似乎亦都想打翻一场证明之战喎。咁我哋对上几次咧，就话俾到机会佢嘅场次，佢似乎都把握唔住啊。咁啊，今季咧暂时打到依家为止咧，佢嘅三分波命中率啊。亦都只不过啦，系得31.3%嘅啫，好多空位嘅机会佢都把握唔到嘅。咁但系今日咧一上嚟已经打到两次啊！好推个快嘅呢边咧就乔文翰，再交翻俾兜出嚟嘅队友万胜伟。诶，养两养咧，自己凿入去谂住系，但呢球波咧比经验更加丰富嘅苏伟咧拍走咗，但仲系南京同曦嘅前场底线波啊！嗱，顶唔喐阿苏伟滞嘅，其实都个苏伟嘅脚步咧系打得好稳阵嘅。喺呢度咧就手提手咧俾到三分嘅机会出嚟，咁杨浩哲啊，亦都系呢队被称为南京网红队当中嘅其中一位网红啦，可以讲系啊。咁曾经咧亦都参加过多台嘅篮球综艺节目啦。在这些节目里面也都为很多观众所熟悉。刚才男底苏伟就一个转身的抛手搞定。万胜伟而球主攻的能力就一般般的了。不是的，他说要证明不是的。但这下就放不入啊。单打苏伟搞不定。呢度乔文翰上抢嘅时候咧，就侵犯咗胡明轩。啊，黄新海嚟嘅 ，sorry 啊，佢侵犯咗咧边线嘅黄新海。咁啊，乔文翰亦都系一个几励志嘅古仔嚟嘅。咁啊，已经系今季啦，荣升为呢队波嘅队长噶啦。我哋等间咧再有机会交代佢嘅故仔啊！呢边广东队啊，又作出换人啊！麦尔飞上咗嚟，张浩嘉亦都重新上嚟，徐杰亦都上咗嚟啊！另外仲有曾凡日啦，同埋布拉斯亦都喺度。徐杰突到入嚟，抛射搞掂，面对嘅系对方嘅大外援啊，摩特尼啊！佢呢下咧亦都艺高人胆大啊！刘旭晨后手交俾队友，佢边度走到个靓位，亦都搞掂。黄子旭，对南京同曦啦，都睇得出佢哋嘅打法啊，都相当之有青春气息噶。胡拉斯三分波出手，入。杨浩哲。交俾呢边嘅黄子旭，摩特尼呢一个长两分亦都系唔入嘅。摩特尼呢个球员咧就基本上三分波冇乜料到，你俾佢喺咁高位攞波而冇队友能够策应佢嘅话咧，亦都冇乜用啊。呢边布拉斯第二次嘅三分试射咧，亦都唔得。杨浩哲，呢度咧就。黄子旭
都是俾到科特尼單打嘅啫。呢套陣容裏邊咧幾次嘅進攻啊，基本上都是靠摩特尼嘅個人終結啊，但個效果都是麻麻地。好啱，徐傑走到靚位噶啦，但冇俾到佢。沙斯，誒呢邊過大可以揾到二飛喎、啊，但係就二飛啟動嘅時候被人吹咗走步。留意啊，留意啊，留意啊！扭淡定嘅，其實已經係啊，見對方撲埋嚟咧，就仰一仰先再突。呢啲啟動嘅動作，我覺得就介於走步同唔走步之間啦，有啲裁判未必會吹嘅呢個動作係。好睇防過到呢個全場緊逼啦，咁啊俾到前邊黃子旭，但地波交俾阿摩特尼。但是又交失了，呢就可謂是明快的一場比賽嚟㗎嚇。啊，呢啲波其實都好看的，雖然明知道有一隊波實力咧係遠遠駕於另一隊波之上，但係咧暫時交咗出嚟咧嘅對抗性啊，亦都相當之充足啊。好啦，楊浩哲仲係要揾人俾喎，諗住俾個 keep and go 嘅，但係冇俾翻佢，外圍嘅三分線射咧亦都唔中。話布拉斯咧跑動當中啊，俾對方嘅黃子旭咧打手，哇！一路都好開心喎，見到呢邊係。张浩嘉，诶，又系咁呢一招啊！徐杰收翻底线出嚟，咁啊引咗摩特尼出嚟，可以揾里边嘅队友比噶啦。诶，要到实在射，张浩嘉仲系唔入。哇！呢度勉强都交到喎，又好嘢喎呢球波系啊！哇！摩特尼一贴再贴。終於搏到犯規為止，幾個廣東嘅球員咧圍住佢搶咧，都唔夠佢一個人搶。籃底嘅包括啊張浩嘉啦、曾凡日啦呢啲，紅曬埋嚟噶啦，已經係啊徐傑都埋嚟幫手。咁啊，但係貼嚟貼去咧，都仲喺摩特尼嘅手上。咁啊，事實上咧就講到連續起跳嘅能力咁計啊。我哋國內球員都好難有邊個能夠同呢啲外援球員去匹敵啊！誒，兩罰都全中。暫時就廣東領先緊四分嘅啫，徐傑啊，日幫啊布拉斯咧做咗個無球嘅擋拆，俾到布拉斯接波之後咧就突入兩步嘅拋射搞掂啊！咁啊見到咧就阿日同布拉斯之間嗰個默契啊，那個、互動係做得相當之好啊！我喺呢度偷到落嚟喎，曾凡日。哎呀！啱啱站完，馬上又俾對方偷翻，仲要係一個三打一嘅快攻反擊。誒呢度咧，布魯克斯舞步一樣上籃，亦都係追翻兩分。咁啊，節奏相當明快嘅一場比賽啊！黃子旭俾翻摩特尼。接球就投嘅呢球中距離咧，亦都唔入。李傑啊，俾呢邊嘅二飛底角三分射唔到，再回翻俾徐傑，自己嚟射喎，三分都仲係未得。呢幾場比賽咧，其實就徐傑同埋胡明軒咧喺進攻端方面嘅把握能力都係相當之麻麻，甚至乎係可以用差嚟形容。好啦，楊浩哲，咁啊個人嘅突破之後咧，呢球波唔入喎，攞個高板啊！布拉斯一個對三個，
亦都俾對方打手。哇！呢場波大家都打得相當之乾淨啊！第一節咧剩翻大概兩分鐘到，但係咧雙方嘅犯規數都仲係未夠。各有三次嘅對制犯規。王阿斯龍頂嘅三分波短咗。王子旭啦，呢度就俾阿張浩加打到手。阿杜指导有意见啦，啱先都仲笑骑骑嘅。张浩准备上嚟啦，换走阿张浩加。咁啊，对阿张浩加啦，啱先嗰下防守嘅落手咧，睇嚟唔系太满意啊。咁啊，应该系啱先甩咗位嘅，感觉上佢系啊。好，王子旭突入到颜色地带啦，夹硬上篮唔入，亦都搏唔到犯规。我喺呢度又冇犯规，曾凡日啊！我对方十三号招恩格尔啊，呢位新疆嘅中锋亦都上咗嚟嘅。我今次啊，长杰啦，终于系把握到一个空位嘅机会啦，三分建功。喂，甩甩地喎，阿杨浩哲。最好你少啲啦，喺徐杰面前玩呢啲嘢啊！对方命中率啦，呢段时间系好有疑问嘅。我睇翻啱先啊，布拉斯啦，跑动当中望队友，会见到呢边嘅徐杰控晒。张格尔交翻出嚟。杨浩哲俾到底角方面嘅乔文翰，呢度咧就放个板都搞掂。睇佢起嗰个动作咧，以为佢想入樽嘅，但系咧最后竟然系一个好低位嘅出手啊！第一节咧应该系广东队嘅最后一攻啦，莫拉斯自己嘅突破，然之后对方两个夹埋嚟，亦都夹得快啊！除了说布拉斯胆识过人之外，其实都要赞返对方压击埋嚟嗰时机啊！睇下啦，阿杨浩哲埋到嚟，但系佢冇落手嘅，反而令到布拉斯咧犹豫咗底下啦，俾后边嘅招恩格尔冚走咗。哇！呢个攞板都好彩，我觉得系啊，张浩。哎呀，咁啊，最后一攻咧，亦都俾曾凡日啦偷埋落嚟。第一節打完啦，暫時廣東啦32-23啊，咪領先緊啦，就南京同曦係九分嘅。兩分。嗱，睇下啦，呢球波肯定係兩分嘅啦，咁基本上都唔使睇回放噶啦。阿張浩啊，咁但係咧就你話呢球波佢係咪真係好有意識地要攞個板嘅呢？我反而覺得咧就有少少係運氣成分啊！啱先鏡頭啦，亦都見到啊，杜峰指導啊，入啊萬正偉埋嚟，睇個肚腩嗰啲依家係腹肌啊，定係肌肉嚟先，定係肥肉嚟嘅？就西爾力剛啊，呢啲都有翻上下資歷嘅球員啦、啊，啊同我哋呢邊啊朱總經理啊呢一班都相談甚歡嘅，係、啊、一場氣氛相當之祥和嘅比賽，可以講係啊。睇翻第一次嘅一啲技術統計啦，咁啊暫時咧就廣東隊方面命中咗四球嘅三分波，而同曦方面得兩球，籃板數字係對方多三個噶。咁啊，呢三个篮板咧，我估计应该系多咗喺咧啱先啊摩特尼啊接连接到前场篮板嗰个回合里边咧，嗰度都已经计埋成三个进攻篮板啊嗰度啊。
而投射嘅命中率咁计啦，暂时第一节广东队方面嘅运动战命中率系60.9%。南京同曦方面咧，42.9%，三分波命中率大家都差不多噶。广东是11射4中，同曦咧6射2中，都是30%啫。但透波次数方面咧，广东有5次嘅透波，南京同曦方面得2次。呢度差啲又偷到啊！呢度阿杨浩哲控球都感觉几好啊，球感几好，一位球员啊。第二節的比賽，黃子旭、楊浩哲、條文、韓昭恩、格爾同埋孫思瑤都上咗嚟嘅。咁孫思瑤咧，亦都係上季選秀嘅榜眼新秀，之前亦都征戰過 NCAA， 咁但係 NCAA 期間咧就得到嘅上場時間唔係特別多啊。誒，呢下周隊咧就新嘅 fadeaway 啊！亦都交代到2分落嚟。姚文翰，呢球波系3分定2分咧，但系都唔入啊，反正。男仔抢板嘅时候咧，就张浩已经系拉住咗啊，招恩格尔犯咗规啦。咁啊，呢队南京同曦咧，睇翻个阵容里边啊，都几多一啲新疆球员嘅元素喺度嘅。咁啊，包括西尔力刚啦，同埋今年选秀选入嚟嘅中锋13号嘅招恩格尔啦。喺呢度咧就被吹咗个走火啊，孙思瑶。咁啊，另外咧亦都有曾经效力过新疆队嘅刘宇楠啊。今日就冇進入到大名單嘅，咁但係咧亦都係今季咧加盟過嚟嘅嚇。好啦，彈地波又俾到呢一邊胡明軒，外邊咧就黃新海等住噶啦，但係胡明軒冇俾到，有機會接佢咧，胡明軒自己搶翻喎。黃新海終於有機會啦，三分波再嚟，第三球3射3中啊，今日。哇！有火喎、啊，黃新海一上嚟嘅時候，我已經睇到佢眼神咧，我就話非常之專注，都確實有料到喎、啊、今日嚇、啊。今日呢度又俾對方破到 M1 啊，招恩格爾。我呢一位咧就今年選秀嘅第6順位嘅新人嚟嘅，咁啊新疆大學畢業㗎嚇。選秀之前咧，參加上一屆嘅 CUBA 大學籃球聯賽啊，亦都係被稱為咧西北賽區嘅第一中鋒。咁啊，事實上咧，亦都係一個相當勵志嘅球員嚟嘅。咁屋企咧就單親家庭，媽咪咧就比較早嘅時候咧就已經係離世。靠阿爸啦，一個人喺放牧養大咗3子弟啊！咁而家招恩格爾咧，其實佢雖然話有咁嘅身高啫，但係佢都係18歲啦先至開始正式去練籃球。大學畢業嘅時候咧，有咁樣成就，能夠進入到 CBA 啊！我相信咧，已經係一個相當之勵志嘅故事啊！呢度嘅節奏咧一啲都冇慢到嘅，兩隊波係喺我哋講故事期間咧就接連出手，包括呢度胡明軒三分再度建功，咁比分咧已經係嚟到40-30嘅啦。波特尼高位咧都係要揾隊友俾嘅，出入內線呢度咧招恩格爾打入去。又得喎、啊，阿張浩好似頂唔住啊，招恩格爾喎，睇落啊，體型啦，同埋力量啦，呢兩方面都相當吃虧啊，見到張浩啊，誒、哎，加波對明軒外圍黃新海嘅三分波，終於炒一球，誒、哎，呢度應該 jumper 啦，冇錯。
勤力嘅張海啊，咪搏到咧一個爭波嘅機會，交換球權啊！咁啊，睇翻咧就啱先啊，黃子旭嘅上籃，今日唔係第一次嘅。已經是非正式統計起碼兩次啊，是這樣在外邊直接突入來的上籃。底線波開出來，胡明軒周隊45度角的三分波彈一彈框就不入，不如你江亦都上翻嚟噶啦，面对住周队嘅防守，问交个弹地波俾超恩格尔，哇呢度又攞到分喎，超恩格尔再度系面对张豪变攻，咁啊睇下道指导点谂啦，几个回合咧都系超恩格尔食完咗张豪嘅，但系仲未谂住换阿张豪走喎。看來就想給多些鍛鍊的機會給張浩啊，這裡提前響雞了已經是啊，黃子翁再度衝擊籃框的時候呢就搏到犯規，看看頂不住啊，真的大佬，哇看到這個招恩格爾的體格非常之強壯啊，是一位哈薩克族的球員來的，我哋見到咧，張浩咧頂到索曬氣啊，已經係咁啊！但係年輕球員咧，係需要喺呢啲咁樣嘅對抗當中咧，吸收經驗。咁所以咧，就我反而幾贊成啊！阿杜峰指導呢個時間唔好咁早換走張浩，唔好見到佢一蝕底咧，即刻換走佢。你要俾機會佢鍛鍊自己，同埋喺呢啲對抗裏邊咧諗辦法啊！要想辦法怎樣克制對方，你擺到明體型是不夠對方來的，力量不夠對方來的，但是你在場上這個任務交到給你，你要懂得想辦法，我們的球員這下招恩格爾防到出高位就伏住落手打了到胡明軒那裡犯規，在周队的抽射都是不入，响板的时候呢吹了摩特尼的犯规，这个底线方开了出来，黄新海给回胡明轩，交给这边的周队抽射都不入，抢板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苏伟犯规了，从后就顶了对方球员一下，手上是有动作的，那么拱开了招恩格尔，是一场很快节奏比赛，这里就苏伟想做个进攻犯规的，但是就摩特尼都还是能够涉身埋去搞定，没正面撞埋苏伟那里，看看这球波，苏伟一来就两只脚都未踏实的，二嚟其實有少少係自己向後跌嘅味道。裁判呢下冇俾到進攻犯規啊！明軒兜底線，俾翻呢一邊。哎呀，呢球波要睇住下啦，周隊。阿丹點樣跌低啊？周隊啊，攞波。呢度俾對方 kick 腳啊！呢度呢腳都幾陰濕嘅，呢腳都咁啊！劉玉臣啊，仔呢度咧就差啲失誤，
我最後俾翻對方嘅後場波喎，呢度係明顯出邊線嘅喎。大家用慢鏡看看這裡料到確實又真的好像胡明軒碰過，最後但對方球員球出界之前都碰過的，都打算撥進來的，不理了，幫我開出來了。這裡又吹了廣東球員的犯規，黃新海的犯規，令到廣東隊方面的犯規數字夠了，已經是上一上一上一好，西力安一比借摩特尼的挡，哇这个 blow 都比得靓的，比返摩特尼这边的支援隔已经入到好深的位置了，但苏伟顶得住啊。呢下最後造成了對方的失誤，首先要讚嘅蘇偉啊，其實係阿詹恩格爾接波嗰位置已經係好深噶啦，但係蘇偉一頂底下咧，將阿詹恩格爾頂翻開去喎，反而係啊，咁你可以見到咧，就阿張浩防阿詹恩格爾，同阿蘇偉頂阿詹恩格爾，兩種效果係完全唔同嘅。蘇偉這一下呢勝在就力量方面，確實就跟張浩不是同一個等級啊。好，我看这边的道子道，看看黄新海今天上来之后三次的三分波建功，成为今天比赛的一路奇兵。好好把握今日的机会。好的，这边的球员刚才打得非常的出色，继续保持我们的状态。而对方的大外援啊，摩特尼啦，基本上冇点抖过嘅，今日系。他哋就冇乜所谓的过冬啦，我相信就美国人就啊，佢应该唔使抖啊，今日啊。好，呢度又被對方偷得落嚟，呢下就上打唔入。雖然你剛想交嘅時候交失咗，到我哋打翻轉頭咯。哎呀，陰功啊！呢下張浩啊，我之前見阿張浩一路帶上嚟都帶得好順暢噶，我就話：哇，點解張浩嘅手感係咁好嘅咧？個球感突然間係咁好嘅咧？唉，點知埋到臨門一腳，都仲係有少少驚慌。自己甩咗，啱先正想赞啊张浩，万胜伟大地波交翻出嚟，明轩咧就从后杀到，侵犯咗啦摩特尼，喂对方就未被拉开个分差啊，落后三分，仲有一次上线嘅机会。摩特尼今季的罰球命中率有 81% 的，都相當穩陣的一位大外援。讚下不得，都是不堪讚。好，徐傑交到給二飛，都是要找回徐傑的，再組織過。我看到張浩加得到底角了，布拉斯
一个节奏变化啦，抽起嚟射，搞掂。暂时攞六分啊！我哋近排直播咁多场比赛咁计啦，今日布鲁克斯嘅效率算系较低嘅一场噶啦，已经系。打到依家为止啦，六分钟，即系打咗六分钟，只系攞六分。一般嚟讲咧，佢嘅得分咧都会多过佢嘅出场时间嘅。二飞，带咗入嚟咧就弹地波俾阿日，但系日上唔到啊，俾阿二飞中佢哋头射。哇！呢啲波啊，二飞好似又唔系特别擅长啊。所以李光压过咗徐杰噶啦，自己度上篮但系唔入，摩特尼亦都贴唔中。哎呀，呢球波唔抵啊！呢球波，喂，本来争地板波嘅时候咧，对方九宫大球员系蚀底嘅。啊，但呢球波反而俾对方执翻上嚟喎，又嚟睇下啦。西利光第一下唔入啦，嗱，球波落地板噶啦，已经系啦。我哋矮细嗰啲球员抢唔到啊，反而系。不过冇计啦，嗰个系。阿徐中锋嚟噶，佢啊擅长抢篮板多过擅长抢呢啲地板球啊，睇落啊。咁啊，认真唔抵嘅球波。但系今日我哋三秒区里边嘅防守咧都几混乱下嘅，好几次都。好啦，咁啊呢边三号嘅杨浩哲又上翻嚟，雷杰交上前场，张浩嘉揾翻外围嘅布克斯，三分嘅出手搞掂，搭啱晒节奏嘅三分波啊！万胜伟，唔系啊，唔好意思啊，失业嚟讲，定系睇咗个头啱先系。三分波亦都搞掂啊！马上有个 answerable。张浩嘉，徐杰，俾多日去到颜色地带，单挑摩特尼走步啊！呢下谂法系几好嘅，咁啊先转外面，再兜翻入里面咧，就谂住呃过摩特尼。咁啊，但系就。始终有少少光失失的感觉啊！西利光手递手，再攞翻弹地波加入嚟啦，摩特尼接唔到，广东队偷到落嚟啦，放个长传呢度二飞搞掂啦，双手锄樽。那边都挺谨慎的，看到这边一出两次失误，马上叫回个暂停先。这个长传放得相当精准，还有呢也都因为看到前边入样那个是万胜伟，布拉斯可能都知道万胜伟跳不起的，这球球是没办法拦到下来的，所以很放心地放个都挺低的长传。咁啊，布鲁克斯对阿万胜伟嘅研究都相当透彻啊！嗱，呢个暂停咧，你见到嗰边咧，其实冇咩布置噶。咁就系咧，就希望大家重视翻啦，啱先嗰两下失误啊！咁啊，西力光咧第一时间拍心口咧认咗噶啦，已经系啊，但系其实冇布置到啲乜嘢噶，呢个暂停系。咁啊，叫做系有少少咧，叫个暂停，定翻波系定翻个神落嚟咁样嘅味道啦。又不一定每次都会有啲咩战术布置啊之类嗰啲。叶文汉，
麥交入嚟內線亦都靚，走得靚，跌得亦都靚啊！黃子旭啊，今次又係黃子旭內切嘅時機都打得幾靚噶，幾次都。好啦，徐傑交俾呢邊張浩嘉，四十五度角嘅三分波亦都係有。嗱，張浩嘉啦，呢兩場啊都係作為取代啊杜潤旺嘅四號位嘅角色啦，去守法噶嚇。要能夠取代下杜潤旺的話呢三分波不能夠太肉酸，這方面他也都需要進步啊！剛才也都把握到一球，還有呢就在廣東現在的戰術體系裡面兩邊的底角那個高射炮的角色呢是相當重要的，呢兩場啦，都杜潤旺唔喺度情況底下啦，可以演練一下，究竟阿張浩嘉啦能夠係發揮到大概幾成嘅呢個角色方面嘅功力啊？好，呢邊徐傑嘅三分波仲係唔入。一個人帶曬喎，楊浩哲啊！咁啊，楊浩哲咧，實際上係一個你咪睇佢矮矮細細啊，係一個彈跳型嘅選手嚟嘅。佢嘅助跑摸高咧，能夠去到3.33米，人就得1.83米嘅身高嘅啫，但係助跑摸高咧，能夠去到3.33米，咁啊，亦都意味住咧佢嘅彈跳高度啊！彈跳嘅離地高度咧有成1米以上噶，係整個聯盟當中咧為數唔多啦，能夠彈跳嘅高度咧超過1米以上嘅球員之一。好，曾凡日啊呢度咧能夠黑到阿楊浩哲一個錯位嚟嘅。葉文翰話俾到西爾力剛。西爾力剛咧嚟到呢隊南京同曦之後咧，就持球組織進攻嘅機會多咗好多，唔再係以前喺新疆隊嘅時候咧嗰種主要扮演定點射手角色嘅嗰種嘅打法。嗰時咧叫做係一個3D類型嘅後衞啦，但係依家係向住全能組織者嘅角色啦喺度進化緊。摩特尼夾擊底下交翻出嚟，喬文翰三分波唔入，呢度貼翻俾對方喎，竟然係黃子旭，我呢下勾手都靚嘅，又再追近兩分，徐傑一個人去曬，咪搏到黃阿西爾力剛嘅犯規。南京同曦方面呢就要换人了，见到呢就收走了乔文翰的，上回六号的刘玉臣啊，啱先反击那下见到徐杰是去得很坚决的，亦都搏到西爾力剛的犯规。西爾力剛仲喺度暗暗沉沉啊，因为啱先佢自己觉得唔系好抵嘅，佢自己閘住咗个防守位置啦，同埋手上咧好似都冇乜太多嘅动作。咁啊，但系徐杰一撞埋嚟咧，就吹咗西爾力剛嘅犯规啊！呢个镜头系冇慢镜交代到。喺呢度又偷到落嚟，布克斯三分波再嚟。搞掂，哇！一個回合咧就攞咗5分啊！放長嘅前場緊逼逼唔住，俾萬勝偉過咗嚟，自己帶埋入嚟，俾到摩特尼籃底搞掂。
嘅喎，呢隊南京同曦其實嚇喺場上應變嗰方面係 O K 嘅。我哋今日幾次見到啦，廣東突然間咧進行全場緊逼，但係好幾次咧對方破得好靚噶啦，見到嗱呢下係偷到落嚟嗰下啦，但係跟住落嚟嗰下咧，其實佢哋都破得幾靚嘅。咁啊，场上咧就有啲汗水吓，应该系啊，咁啊需要工作人员咧就擦干净先，咁啊尤其篮底嗰啲位置啊。布拉斯第一份唔中喎。咁啊，布拉斯咧今季嘅罰球命中率係71%嘅啊，暫時繼續全場緊逼，唔睇點破啦。西力剛帶到過嚟，黃子旭又再突入籃底，今次唔掂，俾我哋攞翻個籃板落嚟啦，推進到前場噶啦，已經係布拉斯。一个变节奏再突入去搏埋犯规。看看啦，呢下停一停，然之后再加速突入嚟。咁啊，呢个突入嚟嘅小跳步咧，亦都令到阿刘玉臣啊焗住要落手。啊，韦恩斯今日打嘅时间唔长噶，其实系。咁啊，暂时韦恩斯咧就只系打咗六分钟嘅啫。啊，就第一节嘅六分钟。今日就完全系改变晒五上五落嘅咁样轮换方式啊，广东队。咁啊，睇嚟咧就上一場啊，喺兩套輪換陣容都因為有啲球員突然受傷，而導致到破壞咗嘅情況底下咧，而夾硬唔上唔落，幾乎係俾浙江廣廈逆轉咗啊！咁啊，睇嚟咧呢樣嘢亦都令到杜峰指導咧喺今場波咧係重新考慮啊，究竟需唔需要咧改變下已經係俾人摸熟咗嘅五上五落嘅換人套路？喺呢度响鸡啊，响鸡系有啲迟嘅，因为布拉斯人都落咗地噶啦，咁啊鸡声先响起啊，咁啊吹咗摩特尼啦，侵犯到跳射嘅布拉斯，第一罰有，咁啊，暫時就已經貢獻咗六分嘅啦，1.7秒做唔做到啲乜嘢咧？咁啊，都夠時間攞波再轉身抽射嘅，超遠距離嘅發炮，咁啊，但係博大冇失敗啊！咁啊，最終咧就上半場打完，暫時廣東隊啊領先緊64-50噶啊！咁啊，見到啦，呢邊嘅韋恩斯都唞咗好耐噶啦。鏡頭咧就淨係影布拉斯咬手指啊！睇翻布拉斯咧個人嘅表現啦，上半場暫時咧亦都係領隊廣東隊當中得分最高嘅一位球員啊，貢獻咗17分嘅。第三節第二節同埋第一節，廣東都係攞32分，進攻火力非常之穩定啊！
兩節啦，分別贏對方九分同埋五分。籃板數字方面咧，其實就南京同曦仲要多七個嘅。但是失誤次數方面咧，佢係亦都比廣東隊方面多七個。咁啊，亦都俾到廣東隊啦好多係搶斷反擊攞分嘅機會。快攻得分方面咧，好明顯就廣東係要多好多。咁啊，呢個時間咧就大家都可以睇翻啦，場上上半場一啲精華片段啊。小弟就稍事休息一陣先，等間下半場再翻嚟啊，同大家一齊欣賞埋咧呢一場精彩嘅聖誕大啊，唔係呢場精彩嘅冬至大戰，講慣咗 NBA 嗰啲聖誕大戰啊，我哋嘅特色咧係冬至大戰啊。咁等間下半場啦，再同大家共同欣賞。
为了回到场上，减了30斤。他当年就这么高，球都拍不好。他也穿过，回来照样行。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的骄傲。好啦，欢迎啦，翻翻嚟咪咕视频方面啊，为大家提供嘅咧就 CBA 联赛第21轮嘅赛事啊，咁啊今晚咧属于冬至大战当中嘅一场重头戏码，由广东队啊对战咧就南京同曦队嘅。咁啊今晚广东专场方面嘅直播房间咧有小弟苏坤雄啊喺呢度咧为大家带嚟直播嘅啊。咁啱先咧就啱啱睇完啦上半场嘅比赛。虽然话比分咧稍稍被拉开咗啊，64-50，暂时咧就广东系能够领先到14分嘅，咁但系感觉上咧就整个上半场个节奏咧都系非常之明快嘅一场比赛啊，咁啊张力相当够嘅一场对抗嚟嘅。咁啊呢边嘅南京同曦队啦，今日就都预咗噶啦，呢场波输多就赢少噶啦，都系，咁啊但系咧都。想为呢队波咧系讲翻一啲说话啦，就系因为呢队波咧，其实佢哋啊，从上季嘅复赛阶段啦，到今季嘅开局阶段啊，咁啊一直咧都有几位嘅主力球员啦，系轮番咁样系受伤啦，咁啊导致到就唔能够上阵嘅，咁啊包括7号嘅李宏鹏啦，咁啊呢排咧都系因为脚踝关节嘅伤啦，系要唞将近6个星期嘅时间嘅，咁而另外嘅内线主力之一郭一飞。咁啊，亦都系因为伤病嘅原因啊，咁啊，至到依家为止啊，都系未能够翻去球队报道噶吓。咁啊，之前喺第一阶段嘅训练当中咧，遭遇到手踭嘅伤啊，咁啊，依家一直都未能够翻队报道嘅。咁啊，另外仲包括咧上个赛季佢哋主力嘅大前锋啊，王睿啦，喺6月份复赛时候咧，就左脚跟腱断裂啊。导致到当时就已经提前赛季报销噶啦，更兼啦到依家为止啊，距离佢复出起码仲要27个星期嘅时间啊，所以呢班波其实就个人脚嗰方面唔系太整齐嘅。咁当然啦，广东队方面今晚亦都继续缺少咗杜润旺，咁呢个我哋最稳定嘅外围发炮手啊。我睇下半场开波啦。广东队方面咧，首发阵容咧进行咗一啲变化噶，啊，见到5号黄新海啦，3号胡明轩啦，11号周鹏啦，12号苏伟啦，同埋21号张浩啊，喺下半场系打先头部队噶。
而白色衫的南京同曦嗰方面啊，大外援的摩特尼一直冇投过，下半场继续首发。咁三号杨浩哲，仲有六号嘅刘玉臣，13号的招恩格尔。咁啊，佢哋嘅首发阵容咧，相较于第一节的首发咧，亦都系变化颇大嘅。咁另外仲有一号的黄子旭啦。咁上半场表现相当好一位球员啊，第二节个人系独得11分嘅。咁啊，令到南京同曦方面咧，唔至于话被拉大到咧冇办法追翻翻嚟嘅一个分差。摩特尼中距离嘅抽射唔入。篮板都冇埋啊，应该就呢球波睇落就招恩格尔拍出去嘅。嗱，睇下啦，冲埋嚟嘅招恩格尔嘛，冇错啊呢球波。咁啊，唔需要拗啊呢啲波都。黄新海，黄新海咧就上半场入咗三球三分波嘅，咁暂时贡献到9分噶啦啊。九步喎、啊、呢球波吹。哇！呢下咧都惹嚟到丰子道非常之唔满意。杨浩哲弹地波俾摩特尼，哇！自己上篮博到犯规啦。我中间咧一条路杀入嚟。苏伟的犯规啊，吹了。Two shots， 两次。咁啊，苏伟咧暂时是三犯啊。广东队当中三犯的球员咧，仲有胡明轩。咁啊，呢两个球员咧就犯规的次数比较多啲。呢下都炒埋啦，两罚一中，咁啊比分嘅分差咧系15分。咁啊一出嚟就摆个全华班嘅阵容，睇下广东队嘅双外援下半场仲会唔会上？哇！呢度咧都几危险噶，杨浩哲咁啊跳起之后再传波，但系自己咧就喺空中弹咗落嚟噶。睇落我冇咩事，睇翻呢球波啦。咁完全系两个人嘅夹击底下啦，佢自己冇办法维持个平衡啦，同埋冇办法双脚落地啊。因为个身喺前边咧，只脚喺后边嚟啊。喺呢度撩到，咁可惜咧就都仲系对方嘅前场波啊。但下半场嘅广东队很快已经有三犯嘅啦，全队三犯。下半场开波都未够两分钟嘅时间啊！咪冇计啦，即系用到呢套阵容嘅话咧，都预咗可能系好早会遭遇到犯规麻烦嘅。咪睇翻啦，我哋依家嘅内线啦系张浩搭住阿苏伟。在对方较为之机动性的打法底下啦，就犯规的机会是多的。这边送了六号的刘玉臣上线。赵睿就呢度着翻件外套咯，睇下仲会唔会上啊？赵睿，我叫做形式上地打过几分钟嘅时间，咁啊第一节被换走咗之后咧，就冇再上过嚟噶啦。咁啊上一场对广厦时候咧，曾经亦都俾对方球员批争批中啦，就一度出现一啲疑似脑震荡嘅迹象噶，但好彩咧就后来都冇咩事。咁呢啲比賽就如果
贏波嘅壓力唔係特別大嘅話咧，可以適當地啊，俾啲後備球員打多少少。好，之間格爾換右手嘅放籃唔得，但係前場板攞唔攞到咧？佢哋大家搶地板球嘅時候咧，又係爭火啦。胡明軒咧就近幾場波就唔能夠話唔搏，場場都搏到盡嘅。啊，經常咧係我哋形容為係用生命去上籃啊，經常係成個人拋曬出去上籃㗎。咁啊，但係咧就始終近幾場喺進攻端嗰終結嘅效率都係麻麻地。哇！呢球波又接唔到呢球波。好，呢球波咧睇下楊浩哲嘅上籃精彩啊嗱。雖然是對手的表現，但是呢其實可以看回慢鏡、啊、留意一下楊浩哲攞球的第一下、啊、怎樣引球球去前邊、啊啊、看住了、啊啊、很輕巧的其實接得是、啊、是用手腕稍稍射你，因為他本身是衝得比較快一點，當時是這些球呢如果是換作比如話福建隊嘅湯傑啊嗰啲球員嘅話咧，分分鐘係個波咧去咗前邊咧，個人係追唔到嘅。但係留意翻咧，啱先嗰個細微嘅射力嘅動作啊，阿楊浩哲啊。咁啊，呢度咧送咗阿周隊上線。第二罰亦都有，分差啦喺十六分。全場嘅緊逼馬上俾對方破咗，籃底俾阿黃子旭咧就搞掂啦。今日就廣東嘅全場緊逼啦，就都俾對方破嘅次數較多。黃新海。俾到周隊仰起咗摩特尼，再上啊，博到犯規啦！啊，唔係第一次讚啊楊浩哲嘅球感噶啦，一邊帶啦，一邊就右手單手咧撥俾前邊嘅黃子旭。周队第一罚是短了，第二罚两罚一中，伏住喺后场，上唔上到嚟嘅咧？究竟系啊，又上到俾佢啦！孙思瑶啊，俾到呢边嘅刘玉臣拧翻落嚟啦。杨浩哲变向之后咧，再突搏到黄新海嘅犯规啊！睇下点犯规啦！我呢下阻挡到啦，好明显系啊！第一步就已经输蚀了半个身位，再夹硬拼埋嚟啦，谂住，哎呢度偷得落嚟，竟然是苏伟单刀的快攻啊！哇，好少可咧见到苏英雄啊，咁样咧喺中线嗰度抢球波落嚟，自己单刀去上。睇下啦。呢球開波啦，開得肉酸啦。啊，俾阿蘇偉咧就同隊友聯手夾擊底下偷到落嚟啊！
我亦都留意一下啦，呢边嘅南京同希队啊，下半场佢哋究竟系采取一种点样嘅态度啊？上半场首发嘅包括啊万胜伟啦，呢一啲暂时都未上嘅，同埋西尔力刚啊，究竟下半场会打几多时间或者打唔打嘅咧？咁样都系一个疑问嚟啊！因为佢哋跟住落嚟嘅对手咧，都系一啲叫做实力更加接近嘅对手啊，包括四川啦、福建啦，同埋上海。今场波会唔会话开头就俾面呢个冬至大战，将啲主力咧都摆下上嚟？但系啊，唔系噃，万胜伟上嚟啦噃。咁啊，睇嚟就仲系好有诚意啊，对呢场波啊。当然，我哋作为港波咧，亦都唔希望呢场波咧，对方咁早系采取一个可有可无嘅态度啦。好啦，杨浩哲，今日嘅组织表现咧都相当之唔错嘅。万胜伟，咁啊嚟到交出嘅位置，再打苏伟，咁啊呢度又博到苏伟嘅犯规。广东队的犯规数够啊，苏伟有点不甘心啊，看苏伟的样子 竟然被万胜伟黑翻一次。万胜伟呢就对上嗰三场波呢就至少都能够攞到18分或者以上嘅。看看今天就面对老东家能不能够交出靓的答卷啊。苏伟四犯了，已经是拿到6分。万胜伟暂时3分进账，5次的助攻又偷回来，孙思瑶这下接叠的上篮入埋就精彩了，但是亦都不入，在苏伟的干扰底下。好了，周队俾翻大位嘅胡明轩，回头望远，俾到张浩自己突入嚟，呢下俾对方抹走，惨啦！前场4打3嘅快攻机会，杨浩哲放个高板唔入，有人保重，刘玉臣嚟噶，最近到14分咯。高位。喂，可以爆翻啊！万胜伟一镬噶喎，嗱，我谂佢都系咁谂嘅，但系可惜失误咗，阴功啦，又俾对方上篮，呢度咧就力压底下，阿周队啊都俾到啲干扰啦，俾对方嘅球员啊。好啦，胡明啊，唔系胡明轩喎，黄新海嚟嘅呢边系啊，因为睇个大波动作似似啲胡明轩啊，啱先，我细估唔到咧，黄新海啊。似乎依家持球进攻都有啲进步啊！咁啊，杨浩哲咧见到佢嘅组织视野系唔错嘅，咁但系咧就几次喺篮底嘅终结咧都把握唔到啊！嗰啲基本功嗰方面咧，似乎都仲系可以再练练啊！咁啊，佢就毕业于咧。北京体育大学嘅，咁理论上啊，喂，嚟自体育大学，基本功应该唔差到去边啦，系咪？咁但系佢其实唔系读篮球专业嘅，佢系，但系佢系篮球校队嘅，喺北京体育大学都，亦都带领球队啦，能够入到 CUBA 嘅16强啊，咁啊已经系北体大啦，就历年以嚟啊参加 CUBA 啦最好嘅成绩嚟噶啦。呢度咧又送咗阿黄子旭上线，啊黄子旭几好使噶，1.99米嘅身高，咁啊92公斤嘅体重咧，睇落个人都相当扎实噶。咁啊，出自于广厦啦，
亦都曾经在佛山的青年队效力过，后来就被佛山龙狮队举荐去参加选秀，最后就在那年的选秀当中就第十位被北京北控选中。张浩，呢下贴 pass 靓啦，篮底亦都把握得靓，苏伟。来自于两个高塔的连线啦，都算是两个高塔啦，系嘛？阿张浩喺依家广东队阵中都算高塔啊，已经系啊。哇，好靓嘅 tip pass！ 嚟，入球有效啊！系对方提前入线啫，唔系我哋嘅球员。突然鸡声响咗啊！喂，呢球波系脚踢球为例啦，兜队。咁谂住焗住啊，万胜伟。咪睇个样啊，两位外援下半场唔上噶咯，好大机会就全华班打晒佢。咁啊，大轮换啦，开始。徐杰、张浩嘉、二飞、邓凡日上嚟。唯一继续留在场上的就是周队。好了，徐杰，对方落位都快的防守。这边有包括26号的黄浩宇都上来的，可以留意一下这队的对抗啊，徐杰和黄浩宇之间的对抗。其实黄浩宇都是出自于广东青年队的，青年队时期其实是徐杰的替补来的。今次就同届的同学在场上是照面了，看看这位昔日的替补今天能不能够在昔日的主力面前是做到些事出来。喂，八秒为例了，做不过就刚刚讲着就是不是刚刚上场是压力比较大啊。黄浩宇，一上来就令到球队出现了一次八秒违例，即时又被换走，惨了。想着看看黄浩宇对徐杰究竟有没有得打一下，樣都没得看了。好了，徐杰突到入嚟，再分出去，张浩嘉非常上篮搞定。哇，全华班都打得不好差喎。上几场咧就赛后都不断有啲球迷话啦，广东队咧系一队相当依赖两位外援嘅球队啊。咁今日有机会证明一下啦，呢班嘅全华班，对方睇嚟亦都准备全华班应战到底啊。阿摩特尼就已经收埋咗噶啦。呢度就响鸡啦，侵犯咗周队。睇埋张浩嘉呢下避开阿孙思瑶嘅上篮。咁啊，现场就进入到暂停。睇个样咧，就阿摩特尼等阵间应该仲会上噶，都仲未换衫嘅。但下半场好似未见过西尔力刚喎，印象中就。但是你要想咱们自己投丢了，他们就打定了，对不对？哎，这种球向你传一下，传一下。Okay, now, let's go face for Joe. 想打个拳头，给乔打个拳头。暂时这一节就广东方面反而出现了四个失误。我们这边去过看两边，如果没机会就完了。我们需要快攻要打进了，咱们有机会打快攻上进，还有马来必须得投进打进。你不是说就过去上就行了，咱打进去。打进，
咁啊，呢边咧就要求班年轻球员啊，有机会快攻嘅话，哪怕两个打两个，人数唔占优势时候咧，都要坚决咁打入去啊！摩特尼就重新上嚟，麦州队今日暂时九射五中，贡献到13分、三板、一次盖帽。喂，呢排好似例牌第一份唔得咁喎。今日可能会进一步拖低个罚波命中率㗎。今日之前呢就得六成嘅罚波命中率㗎啫。但呢次呢就两罚都全炒添。暂时周队今日嘅罚波係应该係七罚两中啊，应该係。抛入嚟内线，啊呢、這个策里奥啊，俾阿摩特尼搞掂，咁啊双手入樽，嚟住乔文汉嘅输送啊，周队嘅三分波亦都唔入，阿入贴到，咪篮底啦，博到犯规，睇下啦，乔文汉啦。接到摩特利的传波，摩特利自己入射翻，完成了这下的空中接力。咦？这罚波好像会传染咁喎，喂！咁啊，轮到呢边嘅曾凡日上线咧，就唔中，第一罚唔中啊！第二罚啦，第二罚又炒喎、曾凡日平时嘅罚波命中率就58.8%，咁啊比阿周队仲要差啲，亦都跟住阿周队嘅脚步两罚全炒。呢下摩特尼攞唔住球波，啊俾阿随便推进，咦呢下靓嘅转身啦。再交俾張浩嘉啦，有啲接唔實球波，帶翻出嚟。哇！喺七進七出咁啊，諗住係啊，帶咗出去咧，再帶翻入嚟，咁啊交到俾籃底嘅二飛啦，完成助攻啊！分差咧就繼續維持喺20分。楊浩之交俾隊友呢度，萬勝位籃底搞掂。睇嚟阿張浩嘉咧，佢都係始終係中意面框進攻多啲啊！咁啊，好多進攻選擇啦，見到面前有條路嘅話咧，佢都會直鏟埋去嘅。哇！呢下萬勝偉偷半步又搞掂咗，腳步入仲係咁靚啊！二飛籃底嘅轉身上籃搞掂。好啦，万胜伟，俾翻阿刘玉臣，中间摩特利一个挡两个，刘玉臣自己嘅上篮博到连运，身后咧系周队嘅犯规，周队连续打嘅时间都几长噶啦，睇下需唔需要俾佢耐唞唞啊！暂时成队广东队咁计啦，周队打嘅时间系最长啦，打咗21分几钟嘅时间。分差啦，最近到15分啊！二飞交翻后边嘅张浩嘉啦，但未交到咧，对方已经犯规啦。又系刘玉臣啦，
两边嘅犯规数都够噶啦，咁啊二飞就可以上线，睇二飞啲罚波又点咯。第一罚有，打破了这一段的罚球荒啊，正所谓啊，看到我们都荒的。我看第二罚了，暂时七分五个篮板。哎呀，都有啲云仔滴翻入啊！好，第三節咧就剩翻兩分零鐘嘅時間，呢邊三分波出手，哇！有飛將軍殺到喎，阿摩特里啊，我趁住球波喺上邊滴嘅時間比較長啦，又衝翻入嚟啦，咁啊保中咗呢球波。周隊，橫移之後咧就急停嘅跳射，亦都係唔入。周队咧，亦都系近排近呢几场波啊，运动战当中较为之铁嘅一位球员啊，打得哇呢球波有运喎，弹咗几米高咧，又滴翻入个空心框嗰度，最近到十二分噶啦，张浩嘉呢边嘅徐杰。曾凡日代过呢边二飞嘅底角三分搞掂，咁啊重新拉开翻先，咁啊贡献到十一分啦，二飞今日射入嘅第一球三分波，我呢度焗住射啦，但唔入，前场板仲有啊，冇啦今次，我呢球波可以吹犯规，其实系。都放到上前场，二飞弹地波交俾周队，终于喺运动战攞分啦。马呢下走后板啊！咁啊，剩翻卅零秒，刘玉臣弹地波交到入射嘅摩特尼，亦都搞掂。阿泰呢球波压下节奏啦，要。第三節的最後一攻啊，廣東隊有曾凡日出嚟做擋嘅，但係就效果麻麻地，俾到底角嘅二飛呢度俾對方，哎，係咪吹咗二飛？被犯規先呢，是的，不是吹了對方的打手喬文翰，喬文翰也都四犯的了，喬文翰呢就今季升任为呢队波队长啊，一米九五身高嘅一位锋卫摇摆人，六秒嘅时间做唔做到啲乜嘢呢，可以进到前场再突入嚟，哎够时间上篮喎，又杨浩哲呢下就把握得相当精准啦，个时间。我令到佢哋咧就将个分差咧收窄翻去到十五分，进入到最后一节。啱先咧仲有杨浩哲啊，呢球好有运气嘅三分波啊！呢边咧就跳晒舞啦，韦恩先，咦咦，斗下啲舞步先，
都要噶。今日坐喺场边咧，唔受舞步嘅话，好易冷亲啊！今日系冇乜机会上啊，尤其韦恩斯啊。咁啊，今日就打咗六分钟咧，就已经落咗嚟噶啦，再冇上过。反而布鲁克斯咧都打咗十二分几钟嘅。暂时睇翻技术统计啦，对方嘅篮板数字咧都仲系领先紧三个啊。咁失误次数咧，对方系多五次嘅。咁而运动战嘅命中率咁计啦，就南京同曦啊。打完呢一节之后咧，就重新升翻上啦，五成以上啊，50.8%。咁而广东队运动战命中率咧59.6%。三分波方面，南京同曦咧13射4中，30.8%嘅命中率。而广东队咧就23射10中嘅三分波啊，有43.5%嘅。咁啊，三分波方面咧较准嘅命中率啦，同埋较高嘅产量啦，咁啊再加埋咧就通过对方失误啊，咁啊造成一啲反击得分，令到广东队方面咧暂时系有15分嘅优势在手啊。四節嘅比賽，啊呢邊同曦嘅場上球員有3號楊浩哲、6號劉玉臣、9號喬文翰、23號摩特尼同埋51號嘅萬勝偉。廣東嘅場上球員包括阿二飛、胡明軒、周隊、蘇偉同埋徐傑。周隊繼續打，周隊今日打好長時間啊！咁啊，睇落就應該唔會再上兩位外援嘅啦。徐傑。转移过嚟高位，胡明轩再突破分出嚟，周队底角嘅三分唔入，咁啊对方仲有机会进一步收窄分差噶，睇落。广东方面咧，采取一个都接近2-3聯防嘅阵容啊，因为对方啲三分波冇乜料到，今日系。而內線方面有萬勝偉、摩特尼啊，這些是需要重點照顧的對象。桃子道說不是啊嘛，這些球都入得到這樣。我覺得桃子道呢，這個笑容當中呢都有些欣慰包含在裡面，即係見到萬勝偉啦，離隊之後都仲 keep 住進步啊！我相信佢亦都會覺得比較欣慰嘅。好啦，楊浩哲較遠嘅三分波亦都唔入。哇！這個反手嘅彈地波比得靚啊，後手嘅彈地波。哇！但係就徐傑冇去到呢度，反而咧俾人偷到。徐傑反搶翻落嚟嘅時候，裁判響雞。他吹边个？我就唔觉得徐杰有犯规喎，呢个动作。嗱，睇下啊，呢球波啦，交出嚟俾周队，周队咧一带就出事啦，对方夹击底下攞走咗球波，咁然之后徐杰反抢，似乎系对方犯规噶，呢球波系点咗落地嘅刘玉臣嘅犯规，我觉得系啊，系啦，冇错啦。点咗落地啦，然之后 catch 住阿徐杰都几危险噶。三秒为例，吹咗广东队嘅三秒为例啊，都好少见啊。今个我哋讲波讲咁耐咧，我印象当中系第一次喺场上出现进攻三秒为例啊。杨浩哲啊，俾万胜伟呢度咧就摩特尼有夹击底下带翻出少少，再低入嚟交出去。杨浩哲揾外边嘅队友，时间无多啦。乔文翰冇睇中啊，睇嚟就摩特尼压哨上篮唔入。
廣東隊的後場籃板攞到。廣東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個節奏啊，對方打反擊的意圖是很堅決的。哇！呢下幾危險下噶，曼城偉撲出嚟嗰下。咁啊，拍中胡明軒的好爭位置。裁判是點判喎？呢球波係嗱鬥中個手爭啦，然之後胡明軒先甩手嘅。咁睇慢鏡啊，毫無疑問係曼勝偉嘅犯規嚟噶啦。但裁判咧第一反應咧，可能冇意識到曼勝偉鬥到啊胡明軒嘅手爭啊。咁啊，覺得可能係胡明軒掂波出界。哦，最后球权俾翻同曦喎。咁啊，呢个就我觉得系明显嘅误判嚟嘅呢个啊，好明显系对方嘅犯规嚟嘅。正位啦，撲出嚟嘅時候一鬥鬥咗落胡明軒嗰度，咁啊就喺32號裁判嘅眼前啦。但係胡明軒嘅左手咧，可能係遮擋到啊，佢右手俾人鬥中嗰下。曼勝偉今天就打了23分多鐘了，已經是啊，以這樣的身材呢都打這麼長的時間，而且他現在不是說只是這一場的時間打得長，他現在場均都是20多分鐘的要打，其實就對於他來說都可能是接近一個極限了，已經是啊，場均是23.5分鐘的時間，每逢見他下來都索曬大氣。嗯，球權啊，俾翻南京同曦啊，得五分嘅差距。曼勝偉。人俾，哎，俾到喬文翰，但系呢下咧就第二時間嘅上籃都唔入，呢球波亦都俾得靚，你係咪走步啊？又是陰功啊！真係，樣啊樣得好靚噶啦，蘇偉。但係咧就樣嘅過程當中咧，腳都喐埋。都仲係比較粗啲啊，籃底嗰啲腳步。好，摩特尼，曼勝偉，曼勝偉轉移過呢邊嘅底角，弱側方面嘅三分波唔入。輪到曼勝偉走步啦，呢邊。哎呀！一到呢邊嘅貝斯洛維教練啊，打手兼領頭啊！各位同学，没关系，请大家继续来防守，防守，防住，防住。阿韦恩斯话：嚟啦！我知呢两条友啦，都系咁粗噶啦。好，徐杰嘅三分，啊，一出手又系明显歪噶。主打緊一個二三聯防，始終都係對方啲三分冇料到，完全係隨機。二飛頭角位，又俾翻胡明軒第一下唔射，突入嚟上籃搏埋 M1。广西队请求派人。广西队一号人。
睇呢下啦，滴住杨浩哲出嚟到势，咁啊过咗第一关，咁啊直接上篮咧就搏埋 M1 添。八分的差距了，这一节还有将近八分钟的时间，对方也不急啊。波特尼，哎，这里就周队有少少线低底下顺手趴走波特尼球波，但是个球权都是给对方啊，看落都是。周队这下是线脚的，自己是。即不是说有心自己射力的。好，这边是刘玉臣扭步了，这些波裁判今天对于球员启动那一步揸得很紧。这个很明显，重要是好啦，二飞，明天三号对三号，借苏伟嘅挡，但系冇乜效果啊！呢、這个挡，徐杰再俾胡明天喺外围猜嚟猜去嘅啫，诶 ，hit pass 俾到啦，底线三秒区嘅二飞，咁啊抛篮搞掂。下啦，刘玉臣搏到周队嘅犯规啊！咁啊，呢一节咧，广东暂时嗰个犯规控制得都 OK 嘅，呢一下先至系广东队呢一节嘅第一犯嘅啫。咁啊，周队应该有机会落去投啦，终于。曾凡日上咗嚟啊！刘玉臣夹击底下点地，然之后都交到俾队友。斯温格尔啊，交俾杨浩哲咧，就飞到 Ray 嘅头射唔入。二飞俾底角胡明轩瞄到杀嘅三分波，都系唔中。抢板时候就形成咗 jumbo， 阿张浩嘉同埋黄子雍咧抢埋一齐。徐杰，突破分分出嚟俾曾凡日，但会唔会走步咧呢下？出对方犯规啊！咪涉咗喺阿曾凡日嘅下盘嗰度。哎，哇！呢下都靓嘅，呢下入埋就更靓。阿徐杰啊，连续嘅几下膊头位嘅假动作啦，嗱，睇下啦。再换左手放篮，问下杰仔嘅罚波啦，第一罚有，嗰边咧就领先到二十一分嘅啦，广东队。第二罰都是敢入啊，22分的優勢，正負的懸念就沒有了，就差了就贏幾多分而已，我幾乎又焗到個八秒為例出來啊，這裡都還焗住啊，楊浩哲再塞下來，哎，這下太明賣明賣啊，被張浩嘉偷了，張浩來的剛才偷球的，這個才是張浩嘉。
佢呢度又反抢翻落嚟喎，坚决打入内线，搞掂啦，刘玉臣。最后半节嘅时间，汤凡日出嚟做挡，嗰边咧胡明天 long pass 咧俾到底角嘅徐杰嘅三分波亦都有。跑多几下啦，似乎阿徐杰嘅手感都翻紧嚟啊！喂，哇呢个突破咧，亦都造成咗胡明天嘅阻挡。双方请求换人。工作队五号员白鞋。好，广东队咧收埋咗阿徐杰，我又再上阿黄新海。我呢边咧就五号嘅白杰啊，今日首度上阵啊，一上嚟就有机会上篮啦噃，亦都有。今季咧系从浙江潮州嗰边啊租借过嚟噶白杰。我2018年咧就已经系开始上咗潮州一线队噶啦，咁啊但系连续两个赛季咧都冇得到过出阵嘅机会。对三号队员打手犯规。这里啊，杨浩之啊，撩来撩去情况底下呢也都是打手。白杰啦，这个简单的开界外球 give and call 自己走入去，认到攞分。白杰的拉手犯规了这下。咪张浩加上线啊！嘛系刷数据嘅时候啊，都要好好地把握啊！都晕汪。連續看了兩場波噶啦，已經係。至於究竟是咩問題呢，官方就一直都冇具體嘅講法。孫思瑤，俾呢度黃子旭，再分出去楊浩哲。孫思瑤。想自己做啲嘢嘅喺篮底，咁啊但系呢下咧就亦都系粗糙啲，攞板都攞唔入。呢个孙思瑶都想查下数据啊，因为今日上嚟嘅时间都唔算话特别少啦，相较于平时咁计啊。今日都叫做几度替补上阵，一共系打咗14分钟噶啦。咁但系暂时咧就得分方面都仲系挂紧零分啊！呢下咧就防守端方面又侵犯咗张浩，咁张浩就两次偷波，五个篮板噶啦，咁啊呢个罚球得分咧亦都系佢嘅第三分。亦都两罚全中啊！咁啊，分差嚟到25分啦。孙思瑶交到俾前边嘅白杰，又系呢个位置上篮，今次唔入。好啦，哇，推个快嘅呢度张浩嘉，有人迎面撞上嚟，结果吹咗张浩嘉嘅进攻犯规。呢球波有冇慢镜睇啦？呢球波，睇下对方究竟集定咗个位未啊？咁啊，似乎系更接近一个进攻犯规。
崩啦，下半场基本上都冇打到。喺场边啊，做咗一个助教嘅角色啊，喺度不断咁提示班队友。啊，黄浩宇再度上阵，睇下今日第二次上阵啊，表现如何啦？第一次上嘅时候啊，打咗几分钟就已经俾人换走咗，出现咗致命嘅失误。啊，呢球波咧就篮底嗰度，招恩格尔亦都接唔住球波，出咗底线。啊！西爾力光都嗌到冇曬脾氣啊！喺呢度接唔接到張浩？焗死咗喺底角，哎呀！好彩出到嚟，再拋入嚟蘇偉，呢度搏埋 M1 精彩啦！呢球波，哇！啱先啊，張浩嗰度都幾危險噶啊，俾人焗住咗啦，中線嗰度個角位嗰度。咁啊，好彩啦，有阿張浩加嘅及時接應啦。再分俾內線嘅老大哥蘇偉，咁球咧就哎呀把握唔到啊，轉翻出嚟。好啦，27分嘅領先噶啦。黃浩宇睇咩料咯？哇！呢下喺蘇偉面前上就有啲大攤啦。黃新海。俾黄浩宇 check 住，苏伟面对招恩格尔两个斗殴，呢度吹咗招恩格尔推人啊，咁啊又再度送阿苏伟上线射罚波，咁啊纯粹嘅力量方面嘅对抗啊，两个人之间。九分五犯啊，暂时招恩格尔。啊，罚波第一罚有。咁啊，苏伟啦，今日嘅得分亦都上双噶啦，已经系啊，12分。可惜咧，就第二份唔入。黄浩宇弹入嚟内线，咁啊，黄子旭俾呢边嘅招恩格尔中距离嘅投射啦，唔入。黄新海，咦？黄新海控球开始有啲感觉啦喎。自己帶埋入嚟上籃，哇！差少少呢球波入埋就精彩啦。好啦，對方打翻過嚟，孫思瑤嘅中距離終於攞分啦！孫思瑤開齋啊，今日第一次開齋。新海呢下嘅上籃都仲係唔入。两下都系差少少啊！好，轮到呢边黄子旭啦，突到入嚟，呢度冇吹到犯规啊！哎，踩到边线喎，睇嚟系，系啦，咁啊白杰啊，咁啊接完波一硬后咧就连到条边线。我对方全场紧逼啊，咁啊亦都想揸紧最后时间啦，打多几个进攻回合。黄新海的三分不入，黄浩宇，黄浩宇就未开斋的，应该是。好，白杰交俾呢一边嘅招恩格尔，更加远距离嘅抽射，今次有。广东呢一边就都冇话控制时间嘅意思啊，我一毕竟就几位小将啦，都想查下数据嘅。
咁呢度响鸡咧就孙思瑶啊，亦都侵犯咗啦张浩。咁张浩第一罚有喎。看埋第二罰，第二罰炒咗，咁啊進入到比賽嘅最後一分鐘啦。哎，呢度啊博到犯規添，黃子玉啊！咁啊張浩嘅犯規啊！今日攞咗15分嘅啦，已经系，但系啲罚波啊差啲，连埋呢球就5罚得一种，运动战嘅命中率就反而更高。第二罚，哇！你睇佢罚波啲手势咧，都好似平推出去咁样嘅，基本上冇咩弧线噶，罚波都系。哎呀，呢度交失误添，仲要系。有啲騰雞啦，阿黃新海同埋阿張浩嘉之間，呢下張浩嘉自己交失咗啦。但係呢啲波，老實講啊，黃新海作為一個理論上咧，依家場上嘅控球後衞啊，哇！呢啲波其實都適宜係自己一帶到底嘅。喂，籃底嘅犯規喎，係吹邊個嘅咧？两个揽埋咗一齐嘅，两个五号仔，白杰同埋黄新海。哇！呢球波都要睇埋回放喎。咁啊，裁判都相当执着啊，剩翻30多秒，咁啊，胜负已定噶啦。究竟是不是想住看看有没有得升级犯规了，看看。向前向前。好。你说你说。OK, 再回来再回来。我需要慢一点，我需要慢一点。对，然后我要看一下这个发动作，然后我吹犯规的时候的这个节点。OK。哦，他要判断一下究竟是开波前已经犯规了，还是开出波之后先犯规啊。36秒然后。然后还没有开始投篮动作，这样的话，白队底线球。啊，咁啊，俾个普通犯规啫。笑啊！蓝五拉人。咁啊，开出波之后嘅犯规啊，就唔系话未开出波之前嘅无球犯规啊。我吹了黄新海的犯规。两边的犯规数都够了。但地波交出来，黄浩宇给回出面，三分波出手搞定。白杰的入波啊，追近到21分的分差。黄新海交给队友，这里曾凡日再给苏伟，篮底放不入，再接到博到犯规。现在场上的广东这套阵容呢都挺特别下的，可以说是挺大的。理論上的前鋒球員啊，或者內線球員啊，一起擺曬喺度嘅，包括蘇偉啦、曾凡日啦、張浩啦、張浩嘉啦，
我哋依家叫做拎得出手嘅內線球員已經全部擺曬上依家場上啊，擺曬台面嚟啊！唯一的后卫还要不算是一个很正经的控球后卫、黄新海、理论上是一个锋卫摇摆人来的，哎，两排一中，好了，22分的差距，对方都最后一攻了，这攻就黄浩宇弹地交入嚟，再过呢边几乎甩波，咁啊亦都接翻三分嘅出手短咗，啊呢下阿哨出手唔中底下啦，最后就广东啊114-92，咁啊22分嘅差距啦，击败咗呢一队嘅南京同曦啊，赢得啦今季两队交手嘅第一场胜仗，咁啊亦都系啦就双方历史上啊第13次嘅交手。廣東咧繼續係保持全勝嘅，咁啊同埋咧亦都延續翻個傳統啦，繼續係贏到20分以上啊！咁啊13次交手當中咧，10次係贏到20分以上噶啦，包括埋呢一場。咁啊當然啦，呢一場波咧就對於我哋廣東球迷嚟講啦，係一場冇乜壓力嘅，係一場。强调翻一个团圆嘅意味嘅咁样嘅一场冬至大战啊！咁啊，场上就同一啲嘅老熟人啦、啊，万胜伟啊呢一啲，咁啊，仲有我哋曾经嘅青训出嚟嘅球员啊，黄浩宇呢一啲，咁喺场上咧系有个照面嘅。咁啊，最终嘅结果咧就广东系大胜22分啊！呢场就我觉得其实冇咩好总结噶，真系啊，因为最后双方都系以全华班打完呢场波，咁对于场波嘅胜负咧，好早就已经唔再执着噶啦，咁啊，只系咧大家更加重视啊，平时少上场嘅一啲替补球员、年轻球员能够攞出点样嘅表现，能够喺呢场波当中咧得到点样嘅锻炼啊，咁啊，事实上咧亦都系。整个下半场啊，属于一个青年球员的试练场啊。咁啊，呢场波咧喺呢度咧，我就再唔再做太多总结啦。咁啊，今晚冬至之夜，咁亦都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咁啊，一路咧就陪伴到呢度。咁啊，亦都最后啊，祝大家咧就节日快乐啊。咁啊，今晚咧就同屋企人团团圆圆啦。咁啊，过一个咧就温馨愉快嘅晚上啊。咁我哋下次直播时间再见咯，下次嘅直播时间咧就去到星期三嘅晚上8:00啊，咁啊广东队咧将会系对住天津队嘅，咁啊到时咧就会喺翻呢一个广东专场嘅房间啊，有小弟苏坤雄咧同大家继续欣赏咧下一轮嘅 CBA 比赛啊，到时再见，拜拜。